我是喜羊小玉，今天我要跟他告白。我希望我当着大家面前，我能把内心的话说出来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。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你的礼物每一次都很奇怪，我不想要。不是，这次不是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香蕉，但是不，你不要说话。但是，我今天不是要送你香蕉，是要送你一个家。现在买房子有送香蕉，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，我等了很久了，终于等到有机会有房子是送香蕉了。在哪里的？披街大曼沙拉，靠近万五达门，每个月才给2100罢了。够力够力打尖啊，我还可以给你生3到4个孩子啊。不要讲这样多废话啦，直接带我去看。OK， 这里有1000切的，还有切屋方尺，就是说有3房、4房，还有5房，就是说你可以生3个孩子、4个孩子跟5个孩子，总之就是子孙满堂啦。如果你想要了解哪一个房子买屋子又送香蕉的话，那就点击以上或以下的链接，那我就会把EvoShare跟香蕉都送给你哦。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还是直接去注册？上 SBS 呢？交出真心的你，能否攻略你那位娇柔的女孩呢？马上点击以上或以下连接 ，and I will see you in the showroom。哎，还有，记得不要吃酱饱哦，因为我要送你香蕉。